길만 알려줘. 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아멘. 이거 샤 이거 상. 哎，正好闪现，我人头，哎呀，这人头没拿着，可气！哎呀，简直可气！谁给的点烟？派克给的点烟，真恶心！派克，派克为啥要给点烟啊？我们家下路要崩，为啥呀？那大树干啥呢？那大树连闪现都不带，你是不是有点瞧不起人了？连闪现都不带，给我玩点烟闪，点烟传送大树。그게전부냐이니샤메나이히这样吧，反正上波我们也没交啥玩意儿了，我直接这波先出一个女神之泪吧。耀光反正也抽不出来，我要是回家，我这波长剑加个红，我就有点亏。脖子，我杀他其实不需要长剑。他们打野怎么都爱这么打呢？那蓝够用啊！哎呀！적이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E A 平 A W A 接 Q。再 A， 再 A， 再 A， 再 A。기다렸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你直接踹他。내가하지야哎呀！我的跑车！哎呀！吃个塔皮，泄泄愤。不交闪，交啥闪呢？那大树子是必死，留个闪现吧。把这个小饼干给他留着。算了，不留了，
那饼干留着也是撇了，没有用，不要，理个财。我们可以无限干着大树。因为他不带闪现，随便跟他打。你不带闪现，你好歹你带强攻是不是？征服者啥的。等一下啊，吃个小饼干，别急，先在这等一手。我请问我在等技能，你在等什么？这家伙，这有点尴尬了啊！来这边不吃了，去吃狗屎。回来把大树宰了。在这里回城找到他。哎呀，不行啊！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这边打的确实是有点尴尬了，主要是兵人太多了，你知道吧？靠着小兵给我们打的好多血。薛威是有点小亏了。不去了，去了的话小兵正好来了，不合适，下边再杀他，没死就行。溜了。 No no no， 不要来害我，我这波不杀。谁说的啊？派克呢？派克。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大树挺厉害啊，自己跑去打那个河蟹去了，找他去。这河蟹你是真敢打，螳螂在旁边。算了，他都打了我也没办法，咱没有点盐，有点盐可以干他一手。你是不是以为你死不了啊？你是不是以为你挺肉的？你跟我俩肉什么？老树精了。哇，这么猛！砰一下，그게전부냐？空一波线儿。银马能打得过螳螂，确实挺厉害的。那这螳螂不没用了吗？你搁里头干啥呢？抠什么呢？不行，200多血正好打不死，差一点点，
他个耀光的虚区。你说你为什么不带闪现呢？不带闪现就算了，你说有个闪现的距离还在这晃，搞不懂晃啥。你混就好好混呗，玩大树还带点呀？我给你来把大树吧。你他这个最多就是一个小草，我给他来个千年老树精。来呀、啊，我给他来个千年老树精。哎，为啥我就剩两层塔皮了呀？啊，我塔皮呢？让塔狼给撞了。你跟谁打呢？你是不是长本事了？我发现。什么时候放的先锋？对不起哥，我错了还不行吗？走呗，再见，亮牌，心态爆炸，给我死。啊，谁家了？进。长进了六个步点。好练。이제시작이야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回来不？不回来呀、啊？送就送吧，真是。既然你都选择了初步点，那你就快点送。送一半又不送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八级大树，看看塞纳能不能杀啊！等那会儿，모든상황에대비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右边是不是大树来？你是被捆死了，还是被点燃给点死了？投降了。
attack.